那个云现在全部都是红色的。啊，彩霞。嗯。有可能是灯光。这有点很难解释。右的，那个三角形右转的。老白。你说路上。哎，你看这个啊，彩霞。我一看还是个粉彩虹的。这个人就飞过去的边的。对，很边的。哎，还是灯摇的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前面那个尖，而且它是在云的上面了，你看云倒吹过去，对这个三角形都没影响，都透的，对，云都是透的，就很清晰啊。这就是那个，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哦？科幻片里，科幻片里边的一个飞船。哎，你有发言权吗？这个航空航天的，从这个，我是皮毛。我只能，我只能听他们小叔叔。燕姐管的地方更高，更高，更高。我等这个是，这是航空，我是航天。我靠！好吓人！真的啊！靠！这事情老大了。我们真的。真的人生尽失一生，好幸福啊，太吓人了，好清楚啊，是吧？越来越大了。我去，厉害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真的是，应该都走大运啊。他这个好清楚，我拍到了。我也拍到了，我刚刚拍一直看不到，这就是华为的力量。我也拍到了，我现在真的好清楚啊。是不是底下哪个上好的还是什么？没有关，没有关。你俩算到。